比寂寞更寂寞，比难过更难过。你不经意伤害我那一次，足够痛一辈子。最心之痛的感受，比脆弱更脆弱，比折磨更折磨。困在回忆，受不了，出不来，回不去我满身伤口，等谁来拯救？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MFM， 我是 AJ， 我是祖思，我是嘉豪。等很久就可以摇他了。其实这专辑叫《现实动态》，就是我们三个讨论出来的一个概念，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现实动态的功能嘛。我们只是一个比喻，就是想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沟通才是一个现实动态。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真的见一次少一次，因为可能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朋友聚会啊、家人吃饭，大家就可能低头看手机，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把我们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成是那个现实动态，所以大家应该要珍惜当下，不要常看手机，要关爱多关爱身边的人。其实是写着我们三个一个自身的故事啦，就因为我们刚好去年的时候都很不幸运的就前后分手了，就跟我们之前一段比较长的关系就分开了。三个人都是各自的关系，不是一起。对。所以就三个分开了，所以就记录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说吗？是吗？我想说什么？哦，那个热到。对，可以吗？可以啊。哦，没有，就因为可能太热了，大家都在流汗，然后主持他的穿的衣服那个中文是什么 ？New bra 都掉下来了。因为我的裙子是露背的，然后我的胸部也没有很丰满，所以一定要带那个 new bra 嘛。我在事业很不开心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打给嘉豪的，因为我当时很迷失，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就不知道找谁可以讲这件事情。那他比较知道我之前关系的人，所以我就打给他，然后就马上爆哭。那我想问，都没有 AJ 吗？因为我那看他怎么回答，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就也不想太多人知道，但不知道怎么赖到越讲越坏了。因为呢，我们呢，很多时候会有碰撞嘛。然后我试过，我的眼睛都被眼镜就掉下地下，然后就碎了。然后我就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开始等一等。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子。遇见了自己的眼睛会有危险。对，因为很贵一副眼镜。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合作要有磨合啦，就磨合的时间，可能我们大概吵了2年吧。我们通常吵完就是可能对隔天就没事，或者说去外面吃饭就没事了。然后幸好就有祖师在，因为如果没有祖师呢，应该解散，对，应该解散了。其实最期待就是上电视啊，就今天比如说上安安大明星，还有其他电视台的一些节目，觉得哇，上到这些平常自己看的节目，觉得好梦幻。我比较期待就是来这边吃东西，因为之前减肥太辛苦了嘛，然后就好几个月都没有就吃的不好，但是这边的东西太好吃了，我觉得，所以每一次过来都要吃很多，因为实在太好吃。我是比较期待就有公开的演出，因为一来我们的歌第一次打到进来台湾，然后也想知道观众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对，所以这一趟我们来到台湾有机会去校园演唱，那所以这个是我最期待的。我们这次其实推出国语专辑，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梦想啦，就是想说这个专辑可以参加金曲奖，所以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都花了很多心思，不管是唱片的设计啊，还有就是音乐啦，音乐的班底，还有就是整个
对制作的过程，我们都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心思。那希望可以有机会入围，这个是入围已经很开心。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希望可以再进。有入围，对不 对, 对？那当然比入围更好，对，就最好。希望第一步拿到这个好作，嗯。